的一条鲤鱼，今天给家人做一个特殊的吃法。刚买的咸鱼。哇，好大呀！留下了。今天我紧急下厨了。对。把鱼煎得两面金黄了，我下入葱姜和辣椒段，煎炒一下。放入五花肉，我放入点生抽，放点蚝油，放入一瓶啤酒。放啤酒就不用放水了，放点白糖，放点盐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炖上10分钟。鱼已经做好了，现在出锅了。只是在喝茶。啊，喝不上重量。这做鸡子呢？啤酒鱼，炖好了。啤酒鲤鱼，啤酒鲤鱼，俺大闺女的手艺。好子的，大姐。一家子人在一起吃晚饭呢。我打的油饼。加上那个鸡肉。这是烧鸡，4号的烧鸡。炖的啤酒鱼。好吃。